陈慧、林珊珊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将其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一共88名主播将在行业内被实行联合抵制和惩戒。不光拿人气当红主播开刀讨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更公布新一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一共88人列名，是历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除了已被封杀的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3名艺人，其余均为网络主播。除了要求业内集体抵制惩戒，还不准他们转移平台继续演出。中国持续强化监管力道，文化娱乐产业恐怕未来只能以党为依归，越来越难有自我表现的空间。三立新闻文娟报道。